到喽。是什么声音？好神奇呀、啊！我是小鼓咚咚，我是小沙锤沙沙，我是手腕铃铃铃，小鼓，我们是来邀请你去音乐岛的。音乐岛？是的，我们要出发了。树下，啦啦啦啦，是谁在小船上歌唱？是我们快乐的音乐精灵，哈哈！欢迎你，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我的朋友。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音乐岛，来吧，我们一起歌唱跳舞，跳跳跳跳，我们一起歌唱跳舞，啦啦啦啦，美丽的音乐岛欢迎你。是谁在花丛中啊啊啊啊，是谁在大树下啦谁在小船上歌唱？是我们快乐的音乐精灵，哈哈！哈哈，音乐岛太棒了！耶！哎呀，前面有条河。我们要过了这条河才能到音乐狂欢节哦。怎么办？看，这里写着过河请找大黄鸭。可是大黄鸭睡着了，让我用铃声来唤醒它。让我来试试。可怎么办呢？别忘了还有我呢。不好意思，我睡着了，谢谢你们叫醒我，我带你们过河吧。太好了，
谢谢你，大黄鸭。叫醒沉睡的大黄鸭。小朋友，快拿起小鼓，和我们一起用鼓声叫醒大黄鸭吧。大鸭大黄鸭，请你快醒醒，我们要过河，快点醒来吧。咦，大黄鸭怎么没有反应呢？看我的。大鸭大黄鸭，请你快醒醒，我们要过河，快点醒来吧。哇，大黄鸭快醒了，让我们一起加油吧。大鸭大黄鸭，请你快醒醒，我们要过河，快点醒来吧。再快一点好不好？一起用力敲。嘿嘿嘿嘿，大鸭大黄鸭，请你快醒醒，我们要过河，快点醒来吧。要走哪条路呢？随便走一条吧。不能乱走啊！瞧，那里有只小熊，我们去问问它吧。谁能帮我出去呀？对不起，小熊，打扰一下，请问？抱歉，我听不见。我是穿吉他的小熊，困在泡泡里。小熊被困在里面了，听不见我们的话，这可怎么办呢？我有办法啦！嘿嘿。谢谢你们帮助我。你们要去狂欢节吗？对，可我们不知道要走哪条路。我知道，是这一条。谢谢小熊，拜拜，拜拜。音乐魔法秀。小朋友，让我们来试试帮小熊打破泡泡吧。小鼓咚咚，先来帮忙。我是弹吉他的小熊，困在泡泡里，谁能帮我出去呀？快来帮我呀！啦啦啦啦啦，那个嘟嘟嘟，快来帮我呀！跟着节拍，我们一起来敲鼓，看看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吧。咦，还是不行啊。我是弹吉他的小熊，困在泡泡里，谁能帮我出去呀？快来帮我呀！啦啦啦啦啦，那个嘟嘟嘟，快来帮我呀！小朋友，再用小沙锤沙沙来试试吧，准备。
谢谢你们来帮我继续努力呀、啊、打破这个大泡泡快要成功啦啦啦啦啦啦那个嘟嘟嘟我要出去啊跟着节奏再来试试吧把手腕铃铃铃带好准备嗨哇好累呀、啊！这里有块石头，正好让我休息一下。快看，这块石头会走路。原来你是小羊啊！大家好，真有趣！一起来模仿，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玩模仿动物的游戏吧。我来扮演星星，小朋友拿起小鼓咚咚，一起来吧。星星吹熊咚咚咚。咚咚，星星吹熊，咚咚咚，咚咚咚，举起手来，咚咚咚。星星吹熊，咚咚咚，咚咚咚，星星吹熊，咚咚咚，咚咚咚，举起手来，咚咚咚。那音符姐姐，你扮演什么呢？我来扮演袋鼠。小朋友，戴上手腕铃铃铃，一起来模仿吧。袋鼠跳跳跳跳跳，小手挥挥蹦蹦蹦，蹦蹦跳跳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真可爱。袋鼠跳跳跳。小手挥挥蹦蹦蹦，蹦蹦跳跳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真可爱。巧虎，那你呢？我要扮演螃蟹。小朋友，拿起小沙锤沙沙，准备好了吗？螃蟹走路沙沙沙，钳子咔咔走路沙沙。螃蟹走路沙沙沙，钳子咔咔真有趣。我还要再玩一次。螃蟹走路沙沙沙，钳子咔咔走路沙沙。螃蟹走路沙沙沙，钳子咔咔真有趣。螃蟹走路沙沙沙，钳子咔咔走路。好晕呐、啊！没关系、不好意思，我突然停了。没事吧？加油！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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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